以圣光之名击溃敌人。我们在阴影中作战，任务还袭击达萨亚洛，一定会让部落和赞达拉之间的关系开始动摇。我们的目标是把他们向北引到纳兹米尔，我们会用游击战术对付他们，激怒那些鲜血食人妖。我们会组织突击队进行支援，大工匠梅卡托克手下的工程师会为部落的人准备一些惊喜。浪潮贤者会用深渊权杖召唤一阵浓雾，隐藏我们真正的意图。这时候，舰队就会从南边进入达萨亚洛。我就实话实说吧，这次行动有些人会回不来。我们必须说服部落这场进攻是真的，伤亡无法避免。但如果我们能成功，就能在几个星期内为这场战争画下句点。部落注定灭亡。面对强大的联盟，敌人只会尝到失败的苦。宁静祥和，自信地踏上你的道路。我们前方的路还很长。你找海洋之女有什么事？星星之火可以烧掉整个世界。以你为例，迎向光明，对抗黑暗。Belnis Baka。海潮祝福你，不要遗忘死者。真正的战斗即将到来，绝对不会忘记。我们前方的路还很长。如果你不控制力量，就会被力量控制。
你找海洋之女有什么事？我知道该做什么。又干活了，随时保持警戒，拥抱宁静祥和，只要不会输就一定能赢。我与圣光合一，圣光与我，我就觉得你在偷看我。现在不是做梦的时候了。星星之火可以烧掉整个世界。拥抱宁静祥和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我叫孝尔，马迪亚斯·孝尔。以阴影为友。我们不能让世界堕入黑暗，联盟屹立不摇。我们都是联盟的子民。以圣光之名击溃敌人。